迎节目主持人费玉清。青春，我也青春，是是，又和您见面了，是是是，欢迎再次收看我们今天的飞上彩虹。明天是端午节了呢，哎呦，这么快啊！哦，哎呀，端午节又到了。是，提到这个端午节，是我们这个中国三大重点节日之一哦。啊，对对。其实呢，端午节呢还是一个关键节日。啊，关键。哎，有关这个季节性的问题，以前老人家好像有说过一句话啊，您这样讲我想想，一过五月五，被褥就收尽除啊，过了端午才把那个棉被收起来的意思。这是意思是？意思就是说过了端午节，正式夏天来临了。哦，夏天就要来了，是是 是, 是这个意思。哎，提是不是提到我们这个端午节呢？不外乎划龙船，哎，就看得到吃粽子了，吃粽子。哎，小学生在念念啊屈原的故事了，对对，买买香包了，香包、哎、做做劳作了，是是是。哎，说到这个粽子口味，大概有几种？我们来算算看吧。我是不大，你记不记得？哎，我你晓不晓得？那怎样写？我本姓的吧，咋？本姓的，嘿。外省的。外省的。外省好像分很多了，有很多地区啊，湖州啦，啊，北方的粽子啦，还有广东啦，哎，广东的，哎，对，还有客家粽子，啊，客家，哎，对对对，有意思。这个说到吃粽子，真不好意思，我小时候常拿自己家的粽子，还跟邻居换了。为什么你们家不好吃吗？那，哦，是大家吃的常常这个很熟悉啊。换换特别不一样，嗯，那刚完有老布款的嘛，就拍谁，太不给面子了，就是，啊，说了说邻居来跟我们换，哎呀，自尊又找回了。我最喜欢换那个，换哪一个？本省人的鸡掌啊，鸡掌，哎，好好吃，心急的心急的 QQ 了，尤其冰起来更好吃。哎呀，沾一点白糖，哎呀，或是冰糖，哎呀，哎，好棒啊，真是。还有，其实那个我们本省人 啊，本省的那个粽子，除了鸡掌，我刚才讲霸掌，还有龟掌。啊，龟掌啊，那个龟掌它是白色，啊，对不对？哎，那边摆一种萝卜，好像三珍啊，摆一种米磨碎了，好好吃，淋一点甜辣酱。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不过说到这些，刚才讲的市面上都买得到，这也有点问题发生。是时下年轻人都直接去买了，糟糕了。哎哎哎，不要说粽子，好像过年的一些，比如说像这样过年年糕都不爱吃，啊。对对，年糕。
或许现在因为事业社会的这个环境，这个服务业做得太好了，就是烦恼，每一样东西都给你服务到家，然后我们也不要去伤脑筋，买现成就好了。这老节呢，造什么？不过这样子好像失去这过节日的一种情趣啊。对，最好的让大家这个心情好的话，对，不是说这个除了会做这个学会以往的口味，对，最好能够再创新，那就更有意思。比如像有这种冰淇淋粽子，不，也有冰，不过也有冰箱。冰淇淋粽子，然后再加一点什么、这个蛋糕式的，蛋糕 cream 的那种啊 ，cream 式的，是。谈到这个粽子，就谈到我们。坦白讲，你会不会包粽子？我也要加点了。那是没盖搞呀，煮熟皮干馍。加还没有。我自己本身呢，我家自己连煎个鱼，我们家的狗都不会进来闻一闻。那这个不够狠的，鱼皮都剥掉了，鱼皮都没有了。是，今天呢，非常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再次收看我们的非常采访。那么紧接着，让我们介绍一位大家熟悉的一位好朋友，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带来的歌曲。好，待会儿再跟他聊聊。新没来，我才有这个机会装扮。但是你以前都不会想要这样尝试啊？没有，我不敢。为什么？人家以为我这吃错药了，怎么今天会这样？可是你今天这样打扮，有没有人很多人看到你就觉得不一样了，刮目相看，而且特别有造型、有感觉。现在主持人嘛，就要搭配一下特别来宾。不会像有一些主持人哈，你看永远都是老是那一套。哟，这个话说的我蛮敏感。没有啦，加恰呀，你是男生嘛，比较例外。我们不是说你哦。啊，不过说这也是真感觉男女这个艺人呢、有别哈。像我们还真的轻松了很多哈。对。像你们常常造型，说到造型，唯你是称为国内之最了。不过我觉得佟新梅一开始就有心经营自己个人的造型，好，因为她主要还是要有健美的身材。是。她给人的感觉活泼健康，好。这样子感觉你看，从侧面看你很健康啊，你只是每次都把自己包得像蚂蚱一样，今天看到你才知道，哇塞，也很有料。哎呀，不要这样子，弄得我汗颜真是。真的提到这个新梅的身材哦，我刚刚第一次从侧面看，哎呦天哪，她那个臀部啊，还可以媲美那个 Janet Jackson。哎呦，前凸后翘嘛。我想大概运动啊，很喜欢运动。对，所以那个广告里也看到，选了她做第一女主角。那个听说你这一支广告出去啊，营业额高得不得了，几乎你占一个侧面嘛。哦，那个占好久哦。然后那个妆也化好久，然后这个广告也不例外，然后化好久，结果那一天
就为了一个假睫毛粘歪了，然后他就一直要改，一直要改，然后对，然后因为吐到我眼睛，然后我一直忍啊，后来肿起来了，然后就要等他消啊，然后再等了3个小时他就消了，可是一出去站好就拍剪影。就懂了，结果导演就说要拍 long 的，而且是拍剪影，完全都看不到。然后那天就大家就觉得气氛就是很尴尬，这样。哎呦，我们还好不容易有一个特写，就眼睛是肿的。可是后面那个画面也很美，原来是为了躲掉这个眼睛，距离拉远一点。哎，不错，那个线条这个够条件啊。哎，不过我记得新梅在早期啊，最早说她的舞蹈真是。就外号叫 Dancing Queen 啊，对，最近好像都走比较妩媚一点的啦，那种反而有点慵懒的那种，对呀，缩水。其实我就一直很喜欢跳舞嘛，那个时候我的唱片都没有人要买啊，怎么会呢？因为大家比较喜欢看我唱歌，因为那时候都用跳的嘛，啊对。然后我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还是新人的时候，浓妆摇滚的时候，我上的第一个节目就是凤姐的节目，在那个一个酒店啊。就是、豪华酒店，对对对，那个舞台是吗？对，你有那么早吗？有，哎呦，可是没有录到我，因为我在彩排的时候，导播就叫我不要跳。啊，他说，那个您叫什么名字？我说我是来新梅。啊，我们宣传就跑过来，导播有什么事吗？那你可不可以叫他唱歌就好好唱，不要那样跳舞？那时候还不接受这种。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因为个性比较活泼，也比较好动，人想说，那我。我不这样跳，我要怎样跳？因为我学的只有这样啊。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怎么终了？那导播就说，不会啊，不会就回家好了。哎呀，真是够帅气的，回家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连偶像一面都没见到，哎，拎了包包就回家。哎呦，还不晓得有这段插曲。我们来谈谈今天的那个蓝心湄这个历年以来的这个造型资料，好不好？好。一下这么多年哪里记得得呢？啊，就是啊，他今天有准备。我有准备啊。有准备啊。对啊，也许有一些你没看过 ，lost 掉的。这样一口气可以多看几个以往的造型。好，对。好，我们来欣赏一下。变化多端了。嗯，哎，后面怎么摆那么多？摆这么多鱼拓？这是我这一次的最新的造型。对，本来不是鱼拓，本来带了好几套，结果只有这四套呢被录取。啊，能够穿得进去，有一些衣服良好穿，这个模型穿不进去。介绍一下，这个是算里面最正常的衣服了。我们当初 Roger 会买这个的原因，是因为导演指定说要有一个绿色的颜色。今年也蛮流行。嗯，不晓得导演他不知道流行呢。他只觉得他的那个 music video 要一个绿色的颜色。比较论一点。那我们就去找绿色的颜色，就是这个。然后那这个呢？这个很特别。对，它全部里面是透明的，有没有？对啊。然后我们有一点那个印度的那种布料。印度，对。然后我们在里面要穿那个肤色的那个。袜子出来也是个透明感的感觉，对。然后忽这件衣服因为后面是开叉，后面是全部要全露，就是全部全部打开的，这个背都可以看，他不能穿 bra 甲，也是bra 甲，他不能穿，若隐若现。对，那这个帽子很可爱的是，因为这个帽子是我在美国的一个变态店买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卖这种店，就是那个店里面会有卖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很奇怪，就是要。满18岁的才能进去的店，那我买这顶帽子已经放了4年了，是啊，我都没有用，没有用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身世比较不干净，我觉得，所以我就不好意思拿出来。那刚好这一个颜色，让它重生的，我就让它用了，就用上去。那现在的身世也公开了。哦，旁边这个也蛮好，这个呢，中规中矩的哈。裙子非常非常的重哦，我们这个在穿的时候就非常难受，而且我每次穿这条裙子这里都会。勒痕啊，因为它很紧，然后要穿很紧才不会往下溜。然后那这一套衣服呢，非常这一件衣服就光上衣来讲啊，它是完全透明的，然后它里面的也是都不能穿内衣。哎呀，那怎么办呢？它完全是靠有没有？里面有一条这个，
哦，比较就这样的，就是、薄薄的一片，它不是遮的。那也不能穿不辣椒。对，所以你要在中心点的地方用肉色的椒贴住、哦。那为什么要？但弹都好过瘾了，这点吗？为什么要有薄薄的这一片呢？它要穿在胸部的下面，托起来。托起来、哦，把胸部衬起来。那我知道，颜色要统一。贴了两。去翻人家那个干嘛？那正好的化妆箱打开摆了，这怎么有这种沙龙帕是圆形的？啊，卖贴了，卖贴了。因为我拖人不会瞪眼的，你知道吗？这个衣服，别说这个衣服不好做，你晓得吗？所以它也、哦，它是我所有衣服里头最昂贵的一件。哟，那你说说看，这么薄，那因为它本身要衬托它整个。透明的感觉、嗯、而且又要有胸线的感觉，不要忘有那个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设定、哦、我想就是因为它主要的设计里外的设计的关系。哎呦，凤姐都知道她常穿啊。有、哦、你哪个时候穿给我们看啊？看看这一套，哎，有点像民族服装啊。这个是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 Gautier 他设计的、嗯、可是我这一次他出了这一季的衣服呢，他这次的女装非常的不理想，我自己觉得、哦、然后我就去男装不找哦，所以这一套是男生的啊，男生穿，对，这男人可以穿这样、啊。我本来想要给你穿的，你知道吗？我没有骗你啊，这是男生的，我给你看他的裤腰，你就知道。有设计师设这样子的衣服来给男性穿吗？来来，秀一下，秀一下。哇塞，真是这个现在的流行，真的很难这个捉摸啊。看他的腰这么大。这么大，有没有挺宽的呢？他这个腰，那男生怎么穿这种？比如说我们小哥先生穿这个怎么办？是是，这不马上掉了。要绑起来，对不对？然后这个是男生的裙子。哦，那我想说，我如果穿这样，就会很像武大郎嘛，所以我就把它穿到上面来。就像新梅她自己私人的那个感情世界也没有什么，好像都没有什么花边新闻，太健康了，健康的让人家就不可思议。这样有点奇怪怪的，你不觉得吗？就像凤姐该教的时候就觉得你很好奇，你看了没？我们也代表观众啊。我也对你很好奇啊。你是变态吗？不是，可是我们这种算考古的四字头的。我觉得感情就是随缘啊，对不对？对不对？你都没有开口，那我们怎么点头？也不是，看你自己了。有时候，就是凤姐，我说她都没有开口，我怎么点头？啊，你啊啊啊啊！对，好，专业。要我来打头阵，那有的等了大家。我以为今天当场就配对了，你知道吗？啊！我拿那几束青菜龙后介绍的，我不敢讲出来，一定叫鬼耶。这个我没穿嘞。下面拿来盖到顶哈，这个服装的方式啊。我告诉你，你若开口满意啊，你如果开口要娶我的话，这些衣服都给你。再把它卖掉，都是你的。不舒服。他好欣赏这些衣服哈。对对对，这怪怪的。对，刚所以在这特别在四套里头，他特别欣赏这一套。这一套。哎，讲那么回去试一试这样。哎呀，说到这个，还是要听听新梅的新歌。来，那小哥，你说我要穿哪一套？那当然是这个透明的。你也变态喽！这一套，这一套好，行，这一套，这一套，跟男人的衣服，他的衣服。对呀、啊。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糖果》。好久的笔记簿还留着你的地址，你爱天使不穿袜子，喜欢孤独，想你一定还是老样子。打开手里的笔记簿，我轻轻地画出你的名字，一点往事一点满足，始终记住爱的那一种甜度，自己过的日子自己心里有数，不想让微笑变成一种装饰。爱像糖果放在手心，哦，不去品尝太可惜，天时地利何必小心翼翼。爱像糖果放在嘴里，牙齿坏了甘之如饴，痛得可以却难
还爱有感情，爱有感情。你有法度记到林比较的声吗？非常平易近人啊，就像你一样哎。你是你是有工作吗？蛮爱叫的，我们姐姐。本来在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讲，在民歌餐厅唱歌的时候认识，可是那时候彼此都瞧不起对方，因为我觉得他吉他弹的真的很烂。你看人都说我声音好又好捏，其实不会啊。结果第一次听到林美照讲话，你好吉桑，你叫爸名啊，我叫这林美照呢。我爸爸呢？哎呀，林美照。进行一起趁着好天气，一边听收音机一边整理自己。我把泪水的手把丢进洗衣机，我把陪伴的你丢进洗衣机，一圈一圈你统统交在一起，统统交在一起。需要漂白的回忆，不想继续的悲剧，两个人的过去只有我一个人哭泣。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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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大家好，听你们两位唱歌还是很有意思啊。这个、刚才这个歌我们特别选择做 open 啊，因为这是我跟侯明唯一就是共同创作过的一首歌，对对对，是是。而且这个创作的过程特别这个印象深刻，深刻因为本来是要约好出去游玩的，嗯、没想到这个哎刚好看到歌词，对，很快。所以这首歌虽然是一首快歌，先有词再来谱曲的，对。但是我们在共同创作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就再也没有共同创作过了。哎呀，这个自弹自唱，对，这样轻轻的淡淡的听起来，还颇有一番风味啊。对，那么这次正巧都有新的作品出来，对，我已经差不多这个宣传了一阵子了。那冠华是刚出他的新专辑。他是宣传末期，我是宣传初期。这样子，我想你他最近新出的那个，你听过他的歌曲吗？我前几天去香港，刚好遇到这个冠华在那边。他本来骗我说他要去参加说笑话比赛，没想到他是这个代表台湾地区参加创作歌曲比赛，亚洲艺人。听说得了第三名，第三名，是恭喜，蛮运气好的。就是这首《爱情合约》不但里面很有这个文艺气质，而且也有商业的气质在里面。那冠华呢？你对他的作品呢？这次新歌你也听到了哈？对，侯明不只是自己作品多，然后写给别人也多，所以我们一直觉得他的外号叫做“抢钱游”啊，因为他不只写国语，他还写台语歌。然后，对侯明，他就是因为他的过去的特色，完全是在那种。嗓音的沧桑跟他的创作上面，所以他的歌夜深人静听的时候特别容易入睡啊，不是特别容易引起那种思乡的那种思绪。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嗓子是台湾难得的那种有很自然的沧桑，而不是刻意去装出来的技巧。我记得在我们圈内嗓子比较略带有沧桑的，像姜育恒啊，姜育恒，那个特别有感觉。对，其实这个姜哥呢，这个算起来算是我小时候模仿的一个对象，因为我一直觉得唱歌可以先像一个人的声音去模仿。对对对对，好像你模仿过，哎呀，简直是这个神韵就捕捉的真是太像。我想今天两位也来模仿一下。对对对，哎，模仿是这是现在在我们这个圈内是个潮流，也是很容易的把这个气氛给嗨起来。哎，对，方式啊。好，那既然谈到姜哥呢，我就来模仿一下。侯明先来，姜育，哎呦啊，姜哥好来。
你也得准备一下，好好好，想一下，也要秀一下。为什么要伤悲？为什么要流泪？莫非是黑夜里没人来陪伴你？相依偎，你伤悲为了谁？让我开启你的心扉，也许我可以使你不再难过，爱我。太像了，不错，难怪你敢在小哥面前表演装秀，也是有两把对，因为不是因为我这个表演一般来讲都只有靠声音，因为我没有肢体语言，屁股不够翘。那还有一位也是略带沧桑，是现代的，比较近代一点，苦情王子。这个朋友呢，这个跟我搭档了两年的时间，在民歌餐厅，也是这个跟冠华也是同门，也是好朋友。对，他叫张宇。来，张宇。如果说再见是你唯一的消息，为何我怎么想也想不起？越往远处飞去，你越在我心底，而我只是你不要的回忆。眼睛都眯起来、哦、不是 我的感触是你张宇应该要先模仿把张宇放在第二个因为比较不好笑的笑话要先讲艺术的事还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很像、啊、张宇很正像不过这个张宇声音模仿的很像其实很难很难对对对，因为他的抖音抖的速度特别慢，比较慢一点。对对对，慢。不，你刚刚这样讲吐槽了一下，哎呀，对，所以我就轮到你了。所以一开始就排错了，应该是我要先做，我做完了再换他，他先做张宇，再做张宇，很像放鸭子。是，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排错，没有顺序的观点。剪接的话剪过来好了。OK， 我前一阵看了那个二王一后的演唱会嘛，哦，感觉啊，他们唱那个声乐高音，我就想到台湾一个唱的非常好的大师是李泰祥，李泰祥就是古典派的，对，古典派，他有一首经典歌曲，请听我说，请靠着我，请不要畏惧未来的沉默，再看一眼，一眼就要老了，再想一想，一眼就走了，再沉浸投降的欢喜。你的闺女，我的闺王。哎，演员跟韵味，演员其实不会啊，蛮好笑的。也蛮好笑。抖音很快哈。你今天还有紧接着那个再排下去的 schedule 要排好啊？哦，对对，要排好。那有一位那摇滚人物啊，现在是已经消失江湖了，是李亚明嘛？乱讲，人家快要出新专辑了，要出新专辑了。OK， 我们来祝福他好了。那个他的唱歌方法是他唱摇滚乐，所以他 key 喜欢定很高。然后用那个喉咙的声音去挤出来，好像也有一点沙沙的。对对，表现那种摇滚的叛逆啊！所以我也要把它 key 定高一点了。定高。什么时候学会一个一种东西叫做哭？不轻易动情，像是一种冷血动物。好像养一只猫。解放彼此的孤独，一张床，半个情人，几个植物。哎呀，李亚明真的很像，像挤出来的，很像。哎，你看工作人员看到都鼓掌。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冠华这样表演，蛮特别。另外还有一位。哦，还有一位，其实我今天我觉得应该也是要你来秀一下。对，那是属于我们的共同的偶像，对，我们共同模仿的对象，罗大佑先生。哎，我们一起来，好，一起来，一人一句哈。那个爱人同志，好，爱人同志，爱人同志。
每次闭上了眼就想到了你，你像一只美丽的狗熬喂不去，在这疲惫纷争的世界里，学习保护自己，让我相信你的忠贞爱都值。太短了，对对对，这个是他后期的声音，就感觉就是好像是一个北方长大的小孩，像崔健的唱歌方法。但他早期也是偏向李亚明这样摇滚的喉音的，然后嘶吼的。对，以这个新生代的创作，你们两位啊，算是非常出色啊。不得，谢谢。刚刚我们在彩排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这首歌玩到那首歌，那首歌可以玩到这首歌。你刚刚玩了一首歌，玩得很好。搬家的，对对，有一首经典歌曲嘛。哎呦，对啊，也是飞姐唱的。哪一首？怎么来搬到哪一首？先来唱，你要听听看。好，来。我小的时分，像雾般美彩。A blue, a home, the new road, they call the rising sun.可爱的露珠，一套翠绿银装。异曲同工之妙，两个可以接在一起。没想到日珠跟那个碧城故事连在一起，就是啊，有连的真是巧妙，真是。对，都听不出来，我刚唱了两种语言的歌曲。今天我们请他们两位唱自己的创作的作品，好不好？好，我们来一起来欣赏一下，一口气带来好几首。非要等到外远走分两头，才知道多不舍你走，留在午夜梦回醉透了心，伤心对自己说。非要等到外远走分两头，才知道谁都怕寂寞，一直有句话要说，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我淋过雨，让风雨打痛我的心，直到如今我还不知如何学习忘记你。我淋过雨，别再为我叹息，但是今晚请原谅我的情绪，只因我太在乎你。你可是不闻不问，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于是我被放弃，连想留后一个吻你都不肯。开始不闻不问，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我的爱要不回来又怎么能向谁的怀里飞奔。依然爱着你，痛苦不已，这样的结局你真让我承受，情愿爱着你，情愿忍着泪水，用我仅有的生命等你。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身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在这分离与重逢的交集，
再见怎能说得如此轻易，或许我们心中仍然长存着期许，而爱情就要随着那隆隆的音轻声消失，无踪无迹。耳边又传来阵阵催促的声音，我只听到彼此无言的叹息。过去的记忆是我沉重的行李，不愿带走却也抛不去。我爱在每一天醒来你的爱，在每个夜徘徊，我早该预料你会选择便然离开。我痛在每一天醒来，我的痛在每个夜徘徊，我是那么想你 my love， 就算你不明白。我轻轻地将它识破，燃起一把无情的火，这属于你我的爱情合约，今天起我同意让你自由，你预知我所有的温柔。现在的我如此贫穷，从此彻底的放手，学习忘记这奢侈的美梦。过瘾，一口气唱了十几首啊，两位加起来，哇，真是段段精彩啊！每次你们唱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就知道这些歌都红极一时啊，红极一时。马上想到那些人唱歌，还以及看过他们 MTV 的那个感觉。是，我之所以就是我们这个今天两位创作歌手呢，在这边表现，就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给创作歌手继续的支持。那肯定，我们这个音乐在这条路上很需要借助你们两位的力量。谢谢，谢谢。今天那个非常开心，两位到节目中来哈、啊。待会儿请继续收看《飞上彩虹》。你呀，其实不会啊，哎，结果听第一次听到林美照讲话，你红旗山，你找暴力吗？我跟着林美照呢。我爸爸呢？哎呀，哎，有感情啊，有感情。你有法度记了林美照的声吗？好感情，非常平易近人啊，就像你一样哎。好，开始哈。杨九东说嘛，蛮爱叫人家。给哭声好吧，哎呀，吉利吧，谢谢各位，哎呦，他们都穿得好可爱哦。什么样的唱歌？结果就是你的声啊，不错，唱得好啊。真的吗？不错，拍子还不太准。我跟你说一个秘密啊，那个主连啊，我不会唱这种歌啦。哎呦，还是现学的。对啊，可是因为我跟他们打。我说你不要以为我不会唱，我上次在台视唱过一次哈，你是看大字报唱的，唱完我就忘光光了。然后他们说，我听说你都是看大字报唱歌，你能再唱一次吗？而且那个
无限补就来了是吧、嗯、对啊，我跟老板打赌，如果我唱得完、哎、他们就要给我1000块、哎、你要老那个我们的导播没有喊给几卡我就可以赚到1000块、哎啊、那刚才那算是顺利得到了1000块、yeah! 哇哦、你这个恭维啊，那刮断我觉得林美照的不得了，我给你几个这个哎呦看他啄木鸟我很喜欢也香哎，他讲话哦，每个人都会生病，你知道吗？啊，真的，哎，破病了。这连我爸爸都一样。有一次我带我爸爸去看他作秀，说说看发生什么状况。结果呢，我爸爸哦，听我的声音哦是蛮习惯的，很多人都说我声音好又好捏，其实不会啊。啊，结果第一次听到林美照讲话，你我吉桑，你找爸爸呢？我跟着林美照呢。爸爸的、哎、呦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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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前一阵子我还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听说都在那个单元里面不得了啊，还创下了收视率的高峰啊！真的、哦，叫做那个《名人四温暖》哦。什么？很多人看了都打电话，哎，这是制作人哟。我说对哦，就是我们制作人。哎、啊，你们还是林太太？我说是啊。哦，阿丽啊，哎呀，他先生蛮吃亏的哈、啊。为什么？他怎么会吃亏？我这么好，你看。我听说人家老公都是怕老婆。哎呦，我看他在家里，他哎，我看他在家里恐怕没有这个讲话的余地了。他没有讲话的余地才不对嘞、啊，我没有讲话的余地嘞。哦，对呀、啊。哎，反而在家里倒过来了。对呀、啊，每次你都服从他了是吧？对呀、啊。这是干不可怜啊。太不可怜。叫叫叫，这看这主要是模式。我是两个有啦，但是哦，我只要看他一回来，我就好开心，对不对？他一看电视，我就故意坐到他旁边呀、啊，跟他一起看啊。哦，然后我想，哇，那个剧情真好。我说，哦，恐怖！你看他会不会掉下去？你看他会不会掉下去？然后他就说，下来。叫我下来就不要讲话，然后我就说，哎、那个人好可怜哦，他说，很不要吵，帮我看个电视，你吵那么吵的，哎呦，都是这样。那家里也是很安静的人哈、哦，哎，不过你们两个可能也就是这样才能绝配，对不对？哎，有人说夫妻两个性情要完全不一样，我看你们那天访问的结果，哎呀，这个相当温馨和谐哈、哦。真的、啊。其实这个彪哥他也是很会选人的了，看您的资历，我一看不得了啊，是刘英的嘛哈。啊，刘英。啊，刘英。留学日本，哇，哎，留日的了，我跟你讲，二话不说了，见面在那行道几天几滴刮起。听说有的人说指名说、哦、蔡圭的日语歌，架杠才是这个，连日本人都呕了，字正腔圆呐、啊。啊，谢谢你啊，哎、嗯，然后要点名唱的，点名哪首、啊？那我是好好的把它唱完吗？还是又要我耍宝了？这是不用，怎么能让你正经的唱？一、啊、看您的变声的这个特殊记忆啊、哦，能变几种唱法，就来让我们秀一下。但是要选一个稍微大家熟悉的，这样的话呢，刚刚你也觉得唱歌有不同的声音的感觉嘛。可是大概是所有的日本歌都没有办法吧？那这样子好了啦，为了要表示他还是可以哦表现，这才叫厉害嘛。我选一首。嗯，雨，因为最近都常常下雨，对不对？啊，雨，对对对，哦、对对、啊、雨的话，您就想到雨的歌了、啊嗯。那我就想一首雨的牧情。啊，雨的牧情啊，哎，这个歌大家很熟啊，知道、哦、选的好，选的好。八大雅纪，贝雅雅纪也关。嗯，那您很几种唱法是？那我想想看，我可以唱几种，最好是两种啦。那我想，因为刚刚我们的那个，我们里面好多那个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就是、蔡圭，蔡圭，你可不可以模仿那个鹦鹉唱歌？啊、鹦鹉哈、啊，对啊，就鹦鹉来。可是你知道吗？鹦鹉唱歌喉咙很伤的，但是还好啦。然后我想要用鹦鹉的声音，然后再用卡通的声音，他们指名要的。卡通。然后再叫我模仿八个野子，八贝莱雅纪啊。八代雅纪是吧？贝莱雅纪。哎呀，这样就好了啦。对对，三个就好。刚才你在对歌的时候，我就发现那八代雅纪你唱的真的有过之无不及。不会吧？根本就是美空鸵鸟。美空鸵鸟，美空鸵鸟。跟八大雅纪不太一样，要不一样是吧？来，就听这个雨中的牧情。等一下，声音要放低哈。哎，好好来，好好。气氛来了。心が忘れたあの人を。在。枝が重さを覚えてる。長い月日の枝枕タバコぷかりと
不可惜的他你会开始你会开始めぐりめぐって今は恋しい工作人员，你看我们形容旁听的，这个从哪搞的怕婆婆的？真的好热，真的，你根本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人嘛。哪位下午话都变得加嘴快来了？哇，还可以啦，但是我真的我这几天都没有睡好觉，几乎都要三天睡一次觉，所以有一点受不了身体。哎呦，可是这个声音真，哎呦，像跟他求你呢，吼、哦、啊，求你弹性哦，像鼻涕一样。哎呦，Thank you, thank you. 不是盖的吧？刚才讲。好了 ，Thank you. 拜托，你头上麦了。这个是真头发。是真的、啊。你捉捉看，真的。哎、always tree,、哎、always true, 不是 tree。像扫把一样。扫把没有，那是故意的。这是那个蔡京帮我设计的。蔡京。啊？蔡京。蔡京，哎呦，还是名家了哈、啊。名家。名家的。你怎么知道？哎呦，这个蛮有名的嘛，这位。蔡京有名吗？啊，蔡京是。我妹妹。你看，说人家本身耳鼻啊，那耳朵啊，你说，哎呀，是碰瓷。对不起。刚才那首《雨中牧情人》，观众就知道他们在发掘人家艺人的这个怎么讲，他的特殊才艺啊，不是说是乱吹牛的。听完他们就觉得我们是超的，谢谢，高兴高兴。听说你模仿方面啊，刚刚那是个动物啊，还有卡通人物啊，对吧？模仿歌手来讲，你也是蛮棒的。模仿歌手啊？是是是。我又怎么又要模仿哦？不要这样子嘛，来让我表现一下我的才华嘛。今天你准备听说有备而来？当然了。刚刚那个模仿没有关系哦，对不对？那我想这样子好了，头发一直要往下掉。那你有什么概念吗？我想这样好了啦。我选一首英文歌。啊，英文歌。好，然后我自己把它，我看看，它翻成哦，它本来就有国语的哈，所以我只是把它翻成三种语言，我把它翻成日文，日文，还有这个闽南的，闽南，还有这个广东的。啊。对，然后再加上原来的英文跟国文，就五个语言嘛。一歌五唱啊，那哎对，哇塞，这样也蛮好玩的、啊。哎，这算是很特殊的、啊。一般我们唱的一歌大概有几种语言，两三种不得了啊。你这还可以五种了，五种语言来唱。哇，那音质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调整？音质啊，当然是跟我讲的声音不一样喽、啊。有没有一下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啊，我还要想歌词，所以。哎呦，这是很难得的，也很难为你的。不过我真的会要热死了，可不可以脱掉？啊，艾腾啊。
我身材不好了、啊，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等一下妆都掉了哈，从画面上会很难看，很难看。哎呦，然后我又被我老公骂了啦。画面还有变化，完了，这都是更好，让我们在视觉上还有变化。是等一下，我从哪里脱？这不知道谁帮我穿的。等一下哈，我要奔向观众，要不然太那个。真的很热哎，摄影棚哦，很多很多的灯，为了要讲求美感。OK。哇 ，OK， 哎呀，不错啊，你太客气了，你的身材很好啊。我身材不好，你不会不会，没关系，好不好不重要。哎呀哎呀，反正我已经结婚了。哎，刚刚讲了一歌五唱，来把衣服也换好了，我们准备来欣赏。这是歌曲选哪一首？也是你熟悉的歌，是《爱你在心口难开》。好，那我们来欣赏一下这种歌能够一歌五唱。你看是五种语言上，来麻烦老师请来，哎。节目中，谢谢这个精彩的表演。Thank you, good luck to everybody. 继续飞上彩虹。OK， 飞上彩虹 ，Let's go！ 我来叫你去，叫你去当然这边先啊。哎，可能不算一般。我这个直接讲，你不爱穿呢，能卖单吗？要么就坦白说，你自己本身哈，这个有什么任何问题，那就算了。懂懂女生啊，我爱听你唱，我更爱听你唱。阿你啊，因为你的声太嫩了，恁开了我跟他磨起来。或许你已经听说，我心的眼睛，你却走。
是你根本就不在乎我，我只是一直自作多情。或许你已经听说我新的恋情，我跟你还是面无表情。你说你每一秒每一分都想着我，我的爱与恨你却不关心。你说你每一秒每一分都想哇，你看，谢谢谢谢，哎呀，我们这个 dancer 的衣服跟你多配呀 啊！哎，这个头发染点颜色，格外的显得有很灿烂阳光。不是，你不要再，你先不要讲我，我很紧张啊。哎呦，丽丽，不是因为非宣传期上节目啊，那怎么很久没录音紧张？阿公立摩假丑了，你歌唱得不错了，很多人歌都唱得不错，那紧张从何来？何来？对啊，你不会不知道？我记得我不知道。好多人就很开心，没有，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哎呀，不是我，不是我小时候开始，不是我从念书的开始，甚至我觉得我怎么样会唱歌，我觉得我算是凤派的，对啦。凤姐的偶像。这样子，什么？凤姐是我的偶像。你的我的，其实她是你的偶像。对。哎呀，偶像面对面的，今天我这个忠诚度也是。谢谢谢谢谢谢，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慧萍的时候，大概是11、12年前吧，有哈。有。我记得那个时候你经常还回基隆嘛。对，那时候住在基隆。现在呢？哎，如果咱咱两个讲不要紧哈，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现在我住在内湖，你现在内湖。因为我今天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哎呦，这个从这个你刚刚说这头发这个颜色到这个本身这一身衣服的打扮，是是，好靓丽，要配合你呀，啊，真的，哎，因为他节目里面呢，我觉得非常的漂亮，是，但是我私底下对你的印象，你就是非常的朴素，我私底下也像你，哎，因为我私底下我也是都没有化妆，然后都是那个很轻便这样子，啊，非常平易近人呢，就像你一样。你是你就公说吧，来叫的人节目，我打动了水桂桃。水桂桃不一样呀，还要恭喜你了。恭喜我！有一天一起来看那个报纸，哟，世纪婚礼，直升机婚礼，林慧萍，哎呦，那也不收着贴吧都安尼啦，转来结婚那个天顶飞来飞去。恭喜哦！直接飞去贡寮迄个老家嘛。对对对对对。我老家刚在贡寮。还不是贡寮？对对对，贡寮啊，不是，转台湾省林慧萍的机关级的嘛？哦，港名，港名，是是是，我较恭喜啦，还有余先生嘛，对不？啊，对对，我真清楚啊，我哪有看报纸？当时也掉你啦，当时也掉你啦，我来这边先啦，啊，我来叫你去，叫你去，当然这边先啦，你可能不啥意外啊嘞，大伯呐，过来叫我呐，吐个下来啊。大家都在传的蛋嘛，蛋嘛都对啊。蛋你，哎，是讲我机关也无个，啊，手人都无被叮当的对啊。听到这个，我们刚刚我们最早见面的时候，在办公室我们见过，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小，那个那就问凤姐那个你唱歌怎么能够告诉我那个嗓音怎么转啊怎么，我记得还有这个事情。但是他跟我讲的不是怎么唱，他回答是，那回答他的回答是非常深奥的。哎，怎么讲呢？他的回答是。好像你要这里通了就会通了对，他告诉我这里就是你对唱歌的那种热忱一定要胜过任何东西。哎，这个答案我自己觉得很惭愧，因为我唱歌就是爱唱歌嘛，怎么可能会胜过其他的？所以我就会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是，事实上我觉得自己唱歌就是在面对观众也好，就是拿了麦克风在唱的时候，我很诚恳就好了。我觉得这样子还对，我觉得这是我基本的一个原则，唱歌我一定要很好好的唱给你听，好坏是另外一回事，这样子。是等于自己在监督自己，要唱得满意。对，刚刚呢在后台见到他，我就很高兴，聊了一下他要去吊嗓子，我又吓一跳了。对，你看他很注意的。我就想说大家都在后台嘛，谁去吊嗓子了？现在可不可以给我们？我基本上我吊嗓子会从那个假嗓子先开始，假音。就这样子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然后再拉到自己本身的那个本音的音色，这样子再开始。再开始。那我吊是嗓子常用水长流，
你这个地方高吗？为什么你唱我们会觉得要转来转去？为什么？晕车的。哎，不是，像刘峰柱啊，他就三下而已。哎，哎呦，这绝了哈！那还有什么什么烟酒不行？那于大哥不一样，最好来一杯烈酒嘛。我天气不会来啊，哪完了小的搞的这。Open the door 的东西。哎，不是每一个人不一样，不一样。有的像我不习惯吊嗓子，说不定吊一吊声音哑了，来这里真正要唱的唱不出来了。香港还有一位歌老歌手，徐小凤，是。一他上台以前给一没有啊，可能他给一没关系，爱夹辣椒啊，推几包辣椒落去的哟。哎，那个声音就好了。哎呦，辣度来破坏他的声音，就是他标准的这种。也不知道，因为每个人本身那个歌喉的那个结构啊，那构造不一样。像我呢，不要说辣椒，有一点点胡椒粉的汤喝一下，按着可以啊，那不行。哎，我也是。哎，烟酒都不行。烟酒不行，除了这个吊嗓子以外呢，说到这个慧萍最近呢，那他也在这个钻研这些心理学的书籍，是不是？哎呦，这就不简单。他是怎么没有？说点心得。不是以前大家都觉得我好像很坚强。然后都常常当什么张老师，现在不是，我现在常打电话就跟朋友讲，怎么了？我有烦恼，我很难过，不可以硬撑嘛，对不对？对。而且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想不透的，哎，杀死结，或是说，其实有时候只是需要，倾吐，倾吐一下，对。然后如果有一个很可靠的朋友。那么像守口如瓶型的那种朋友，然后当垃圾桶，我们可以倾吐。我记得那个慧萍有一首歌叫《情难枕》，那首歌好听得不得了。哇，那个歌真是，那个真的是，那个是可以说观众对你的作品里面这首一直到现在还在跑。对对对，没错 ，KTV 我的点播率最高的，就是写到那个人类感情里面那个最深处。是，今天我也不要讲那么多，就让他唱这首歌。是唱这首歌。说唱这个歌，那扣了跟一些其他流行歌还可以结合起来。哎，让他混在一起唱好不好？哎，对对对对，哎，让你出其不意。我接一首歌，你看一模一样的感觉。来来来，不要被你拉走才。哎，好，那是大家应该来，我们来混一下。你先唱。好。走来不后悔，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情会如此难枕，当初何必太认真，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相思不如回头，如今何必怨离分。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真心真意，任他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除非是当作一给我一杯忘情水，承认他凄凉，换我一生不伤悲。除非把所有真心真意，任他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今生随缘聚散。无怨无悔有几人、啊、好棒啊，很绝哈，好棒好棒，你看这两个歌可以合起来的。让我最惊讶的是我们这一段没有 NG。 太棒太棒，对对对，下次多翻一些这类的歌曲，就是啊、来把它混歌。哎，好棒！今天很谢谢那个慧萍到节目中来。我们待会儿呢，节目过后，我们继续再收看我们的飞上彩虹。
感情啊，有感情。你有法度记迄落林美娇的声吗？我感情。动动人心，我无法听你唱。我较爱听你唱。安尼啊，因为你的声太嫩了。冷开了，我跟他磨起来。紧接着呢，介绍哪位？哎呀，介绍这位，那就是不是我在说凤姐您的威力啊？怎么一般这个歌者如果是迷倒了一些业余的朋友啊，那就不得了了。那您是常常把我们这个同业的这个演艺圈里的人啊，他们都把你当做偶像，这就不简单。我影响力那么大？你不知道好几位啊，很多到节目中来都是那个上这个节目见到你本人庐山真面目，战战兢兢的。今天这位也是一样，真的。哎，带来的所有家当都是您曾经流行过的衣服，他的叫啊那转来 copy 啊那，你看没有？你看啊那现在挺多。我最近赶快见到他耶，想见到他是吧？是。今天来节目还唱首你的歌曲哦。哎呀，希望您来验收一下。太好了，太好，我们来听听看，哪首歌？叫《一道彩虹》，欢迎蔡秋凤。先呼吸一下，我觉得你刚才有一点失常了。对对对对，真的。什么原因呢？哈，因为我一向唱歌不会紧张，我今天特别紧张，又看到我的偶像。不，因为秋凤也是今天第一次在节目上。是是，好，是还好。你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吗？真的？对，因为我真的，因为以前真的。凤姐真的是我崇拜的。听歌的时候，她就是以她的这个样板来这个学习。因为有一次啊，因为凤姐不知道，可能就是我在念国小二年级，然后我阿姐就是因为我刚我们全家刚搬到台北，然后我阿姐在就是里面在做道具的。我不知道，她知道我喜欢凤姐，然后我也喜欢唱歌，然后有一天她就说：“秋凤，啊，你不是都爱唱歌，我带你来看红灰灰。”那我就很高兴了，然后我就去，对，然后大概凤姐不知道了，因为你从后台这样子走过来，有跟我握够，哎，阿贵去，哇，事隔这么多年以后，能够阿姐的，阿姐，把那个有没话都要，真的这手还流汗呢，哎，真的紧张呢。我刚才唱那首歌，好坏像不像其次，算是见到我们凤姐来朝贡一下，不要这么讲哈。讲得我像慈禧一样，你干得我行。不，我是觉得这种神韵的感觉有点恰恰那种摇摆啊。音色的部分呢，对不起，有点像，有点像啊，有点像我们凤姐感冒的时候。因为我的声音，如果要真的模仿凤姐，可能没有办法。秋凤的感觉蛮好，因为她几个那个。这个转音的感觉都抓得很准。对，这个声音这样子，觉得这样程度已经不容易了，不难一点，你靠听一个呢。靠听，哦呀。听歌，你是这样的。都是你给的，那给刚才上不得了啊！我刚才拍贴啊。听说还带了很多家当。对。那些都是当年的，你只要穿过的衣服啊。对，我照完那 copy 过来走了。那时候因为家庭很穷，然后我姐知道我喜欢凤姐，然后我喜欢唱歌，然后就去借钱来给我做。凤姐如果穿一套衣服，我一定，因为那时候比较不会想，一定要去把它做。一定要做，对，做西装，然后背心。如果不做的话，我姐如果不借钱给我做，我还会
睡不着觉，然后会哭。我气干了。这不是迷，这个是吃。你看我头看嘛，一定杀出来。你看健康啊，你看。我们来看看哈。哎呀，你看看你看，哎呀，这些人快介绍一下。对，因为那时候凤姐如果做一套，我一定要做一套。哎呦，真的像彩虹颜色，你看什么颜色都有嘞，还配。现在家里还很多，因为今天。听说还没有带来很多领带呢。对对对对，领带忘记打。对，我有一套是这个样子，真的，一模一样嘞。以后将来秋凤结婚的时候，是不是当嫁妆也带着走？我一定会带着，一定会带着，我会舍不得。因为你看看这还有帽子，对，有帽子，对。哎呀，哎呀，真是不止这两顶啊，还很多。你看这一顶，你看，哎呦，还有留刺网的。好可爱，好可爱。哎呀，真是有心有心。哎、真是有心，哎，让妈妈一下，哎呀，真有意思。你看看，这么是这两西东人的董叔啊，你看。刚才还唱了一首歌啊，对，那我也常常模仿他。您今天要带我们唱一首歌曲，你选一首歌好不好？融合在一起。十八的姑娘一朵花、哎。好，我也试一试。十八姑娘，来来来，麻烦一下，张贵公你几粒灰。敬礼的时候手要朝外，感谢你。手心要朝外。我刚才怪我手心朝外没有啦，还是想要行童子军礼这样子，这样子。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个手势很难看，一直到现在，我妈妈每天立起去，立起去。哎，大姨妈，我帮你也是。我都会喜欢这样。对。这么孩子。自己不觉得，可是在画面看真难看。后来看了自己的录影带，才发现，哎，真的有这样子哈。哎，有的是自己当时不会察觉的。那个时候恰恰也是，因为恰恰也是就这样子这样。现在跳还寒灯看一点，以前跳是真的难看的。这样子。那不知道可能是不是这样子的感觉，让人家的印象比较深刻一点。哎，就是。从舞步啊各方面的、啊、举手，然后挤鼻子，那个时候很喜欢挤鼻子。还有一个，就是凤姐到最后唱最后一句都会把那个帽子甩出去。哎，不常常了哈，不会常常，因为那老甩的就回不来了。这成本太高了。哎，说到这个秋凤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听说你自己也出唱片，对，有新作品，还请到了一个这个我们电影级的陈松勇先生，陈大哥，给你在前面做了一些口白跟建议，有什么作用吗？因为这首这首新歌就是表叔呀，那本身的那个力就是。陈大哥本身在、他音色就本身就对对对，很低沉，而且粗粗的那声音，比较有力道。前面几句怎么讲的？你说说。阿拉贡，有人的所在，就有时会，有时会的所在，就是江湖。哎呦，谢谢。有人的所在，就有时会。那我念的没有什么感觉。天空啊。就像我们是不是来一个从闽南语的歌曲，来个从追溯到最早有口白的歌，口白的歌不少，不少。那我来选一首好了，我来选这个叫做。你选一首的意思是要准备要唱什么？马上来唱一下，中山北路行情。你要选要唱也要讲，要讲口白。对对。啊，一人来敬一条。对的，不然敬一条。近期的有没有口白的歌？你买敬一条。白色的爱。你买敬一条。我敬一个青春悲剧。哎，阿奶，我来打头阵好了，先口白再来唱下去。好，阿奶好。那秋风是跟着第二吗？哎，爱有感情的。爱有感情。你有法度记迄啰林比角的声吗？我就知。来了，看你来一个打头阵。好了，尽量哈，还要靠我感情。靠感情。我先唱头一个，中山北路行七百。好了，麻烦先为靠别东西。情绪培养啊。唉，阮拢是为着别担心，你早早来送定。无疑，你煞有讲无行。感情。今仔日受着爸母甲阮逼，特别将阮出嫁给别人。哀伤。戴先生，你想看麦？你安尼对待我，你安尼敢应该呢？
单先行，单先行。错乱的你，向南雄一爱，暗中有所散步的人在，中山八路也七拜，别无在呀，算我来。等秋风了啊，站在山顶。看见着白色的云雾，加添着我的心肝的艰苦啊！心爱的郎君，欢欢喜喜出门，为怎又倒转来？因来变成一个无熟悉的人嘞，可怜啊！你怎又会变成这款的嘞？感情，出去的日子，你是要叫我怎样啊过嘞？靠啥？靠啥？叫我怎样啊过嘞？白色云雾浮上天，也是我管你白死，因何只是死滴滴，在阮的真命里。秋凤本身的声音真的有她的特色，哇，那很特别呢，别人学学不来。哎，没办法，我都看到这么丢脸。高先生，事到如今，最烦恼的是心中这个惊字。有心啊！啊，系啊系啊。你若无对阮爸母表示，阮准咱结婚，咱也无面通好见社会的人啊啦。真保守。专门先生，你唔通袂记。咱错乱的勇气真好，对啦，真好。这种哈有口白的歌不错，这是口白比唱歌还难呢、啊。要怎么样有感情，多了又做作，而且你又不能像平常我们讲话这样子，还要有语音那语气的表情。多了做作，少的话又不够味道，就不够味道。对，是是。刚才你那段也是不错，很好啊。未经求你们考证。变心。好，今天谢谢秋风到节目中来，我们待会儿呢哈，待会儿再继续飞上彩虹。Yeah。我爱听你唱，哦，安尼啊，因为你的声太嫩了，嫩亏了，我那麻子还没加进去。
梦怀乡土情，歌谣传千里。每次到这个单元都会回想起在听这些我们过去台湾歌谣，都带给我一份很浓厚的情感呢。是的，提到现在的流行音乐，好像流行了一段时间也就被遗忘了哈，没有像这些早期的歌谣能够几十年来一直流传至今，可以让我们唱一辈子。是是，哎，那么其实我觉得能保留下来就已经算是相当不容易。对，因为以前你想想看，那个生活环境，不知道在没有这种媒体的传播跟这个宣传之下，怎么样让它流行跟保留呢？事实上，我曾经请示过一位资深的词曲作家，他告诉我一个故事。说说看。那个时候，《望春风》的作词家叫李林秋先生。啊、对对对。那么他在民国二十几年的时候，他经常到庙口。庙口卖瓜婆，我们不会一本一本。他但是他不是在卖歌本赚钱，是，他是在为了买歌本的人，他买了歌本以后教他唱。哎呀，这叫做口口相传，传至今。这是相当辛苦，而且感觉到这些前辈们他们的这种心血、发扬光大的心血啊。对，是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歌谣这个单元里呢，为您邀请到了一位，也可以说是台语歌曲、流行歌曲跟歌谣部分的。他横跨了好几个这个时代，是可以说是一位相当资深的洪一峰先生来到节目中，为我们带来他的一首歌曲《旧情绵绵》。一起来欣赏。欢迎你到节目中来。你好，你好，讲了唱几唱几条歌，你唱出来特别刚刚呢，这怎么非常诚恳，而且非常投入啊呢？辛苦呐，真辛苦，你讲到不困呀？辛苦啊，那个感情都看得出来，那就用情的情啊，用情，用感情，用感情，对对，用感情。提到我们洪老师哈，是是是，可以说是这是我们在这个以闽南语歌曲来说啊，他是一个国宝级的人物，因为也是真的一个活字典。是是。而且在讲你按迄种无电视的时代，起码是起码有电视的时代哈。有。也是也是，他只能用八声。用八声。嘿，啊，这个麦克嘛较少，麦克较少，用迄个八声来唱。啊，当然咧唱较大声啦。哦，是硬碰硬的对，为这个无，为个较早刻盘的时代，像我这么 CD 的时代呢，一般是大家用手用架，哈，手架，啊，那种对，留声机时代，哦，自己跟他好，啄木鸟一个，高阶单。提到洪老师哈，
我们一般我们这些后辈晚生哈，就说也蛮值得要学习哈，因为黄老师本身是科班出身的，是留日啊，留日，嘿嘿，他在那边做的一部恶鬼，哎呀，我他给一挂哈，乐理啦，我还给你下几代歌做蝶恋花哦，染灰，那是挂件哦，加水，嘿，就是我也未二十岁时阵，家己落去作词作曲的。我也处理中了。还有像淡水暮色这一类的，那么提到淡水哈，淡水它一般大家几乎都是，在三十岁以上这个年龄层的人都知道耳熟能详的歌曲。那么提到淡水这位作词哈，我想也是洪老师的好朋友。啊，像昨天我有一摆有一个机会，好唔到这叶俊霖先生。啊，伊就讲伊写这个歌，伊的意境是安那发生的。哎呀，做了我有个好梦，好梦一段。嗯，哎呦，还我那个画面还在。阿古迪啊，阿古迪啊，哎，几年前，我们来看看那个时候他怎么样说这首《淡水暮色》怎么诞生的，是改一下好不好？来，好，好听过。哦，好梦，好梦。阿刘啊，就那时候你被地方那个起山嘛。哦，对，你知道你干？哎，是真。你去不去？你介绍的。哎呀，可能是安尼。我这下是一个爆花，哎，爆花，啊，爆花，我欢喜出来弄，哎，这地方，哎，样做你是徛到，哎，我，我是，是不是这些做的？然后是客人唱的啊，客人唱的，人是啊，我就按视频甲看一看，就那地方，哦，要一挂遐，啊，较侪个，吼，好少年好侪个，要为要等红的啦，等红晒啦，红晒啦，要为是要来。等较侪位啊，等囝啦，吼！啊，大家咧欢喜眼睛，就是啊，我伫遐咧欣赏一回，啊，都歪头看过，都有一个迄竹篮顶遐吼，竹篮顶，哎，有一挂遐，哎，安尼啊，之前啊吼，刚刚是伫迄落，几段经历？几路？一个几里吼？啊，青龙嘛，但是这后壁吼，这后壁，哎，当初你看遐竹篮伫等，吼，我是甲想讲。人大家有迄天伦之乐吼，你等囝啦，等老爸啦，等翁婿啦吼。呀，啊伊啊独独是，可能他毋是咱在地的人，在地人卡多只吼，可能是南坡啊倒也吼，来只单刀，来只呢，跟他讲要谈谈吧。啊，可能讲，可能是安尼，万谈讲，哎，咱那安尼来这所在吼。啊，迄个是啊，人伊安尼有迄天伦之乐，啊欢喜安尼，变成只翁那边就是安尼，啊，甲你暗谈啊，后生讲，所以有家己写一段词。啊，就是有家己写一段词。那事实上，真的以前的创作者啊，不是说从凭空乱这个捻来就写。事实上，去到那个我们刚拍的那段是在淡水河边，在淡水河边啊，那也去到他当年写。看到那个环境的那个现场，所以他讲起来的时候，就是人群穿梭在里面，上面两个啊，对，我来讲讲。我想选几首啊，这个我们洪老师最有代表性的歌啦，《淡水》刚刚那首一定要唱的啦，还有你来挑一首也是洪老师唱过的歌，《轰动人心》，轰动人心，好听好听，啊，你蛮坚持的啊，哇，男女爱歌。啊，够讲讲够行，你看，我就蝶恋花好了，好，好不好？好，你来，哎，好，谢谢。
声音交响着，小调小曲声，感动的心存入肝内，无怨无悔，就是倒来嘛无醉阮行。你我同过行声，何必别来行？你甲我不有时，同款的运命。咱厉害歌，捧袂离，阮就捧你袂分组去，用下心呼吸，春风微微吹入窗底，茫茫在世。啊，最希望是青春浓烈。我这三条出来，真是感觉较早做事的功力不是差不多。较早较文啊。是啊，真正要寄予民怨，寄予这个花蕊安尼哈。我刚刚谈到有关淡水暮色哈，那么淡水暮色最近有一则新闻，你有没有看到？我有捌看到，对，听听迄个市政府将迄个淡水河啊截弯取直了啊，截弯取直对。要大大要庆祝，要甲这个台北市民讲，起码这个截弯取直后，两边啊或者风景呢，设计了净花净草呢。但是在庆祝的时阵啊，特别有一个露天的演唱会，想来想去，我们请什么人来唱这条淡水暮色？淡水暮色，谢谢。想来想去，可以请到咱红先生出来。好，迄间店啊，唱完了，甲迄个风景都下个麻麻麻，是啊。我咱今仔日先来麻一下呀。来合作一下。系淡水暮色，我爱你，我爱你，让爱心。
有些歌是不能让别人来唱，唯独您的歌曲一定要自己来表达，真太好了。怎么说？怎么说？在每个人嘴里的表现的方式是不一样而已。太客气了。哎，你最近常不常吃甘蔗？最近啊，哎呀，这个现在啃到甘蔗不太容易了，很久没有了。对呀、啊，不过有一句形容词叫“倒吃甘蔗”。哦，这个意思，哎，我知道，这个叫做渐入佳境，是吧？耶、yeah, ，这也是观众朋友对非常彩虹的评语。哎呀，太好了。那不过这样子的评语
其实也有一种莫名的对我们两个人有一种压力，会不会？是是是，听了他们这番赞美啊，使我们更觉得要战战兢兢，要把节目做好呈现给大家。我们两个还得继续努力下去。再接再厉。是是是，松林的地狱，你刚刚觉得听还可以吗？哎呀，有些歌曲我刚刚讲的，这个别人唱啊，唱不出味道，不能代替你。尤其你唱，哎，好像还插了后面一半段的副歌嘛，大家还等着听呢。我还没唱过瘾呢。哎呀，那要马上就唱下去了。过去的点点滴滴，到如今都成全。